欢迎收看《电玩宅速配》，我是二小玄玄哥。大家有没有看过刘德华主演的《拆弹专家》这部电影呢？电影当中，胆大心细的拆弹专家成功的拆除了一个又一个的炸弹。为了避免炸弹爆炸伤及无辜的市民，现在有款模拟拆弹专家的游戏要来喽！你是拆弹的高手吗？拆弹专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工作之一。面对威力强大的爆裂物，专家们要冷静且细心地拆解它，工作的压力真的超级大。在这款拆弹模拟器 Sapper 游戏中，玩家要在有限的时间内，在广大的场地里搜索，不要漏掉任何的地方，因为炸弹很可能就在那个不起眼的位置哦。当玩家找出炸弹之后，还要成功拆除它。一旦弄错了，那就会战死沙场，只能重新再来哦。为了要成为一个拆弹专家，玩家还需要学习其他的能力，像是开锁技能之类的。游戏中还有许多训练你的小游戏，像是调整电路板，让讯号可以成功连接。有兴趣的玩家可以到 Steam 下载 Demo 版试玩看看。正式版预计会在3月11日推出。你也是那个聪明又冷静的拆弹专家吗？一起来挑战吧！